当地时间5月22日晚10点30分，作为2023戛纳电影节的一部分 ，HBO 剧集《The Idol》全球首映式在法国南部戛纳卢米埃尔大剧院举行。首映后，社交媒体上相关评论纷至沓来，且烂番茄新鲜度一路从17%跌到9%，创下历史新低。大部分人认为《The Idol》极度低俗，内容实在是归于暴露，一直都是不入眼的画面，令人震惊。部分场景和对话甚至让人哑口无言。对此，韩网友纷纷留言：“好恶心！珍妮不知道是这种电视剧才出演的吧？”此前，珍妮通过经纪公司麦哲娱乐表示，一读剧本就觉得她有魅力了，所以很想在一起出演，很激动。且该剧80%是在2022年4月之前完成。随后 ，Sam 导演加入。该剧原本是一个女性导演，最初剧本的重点是音乐行业，但 Sam 说这个系列不可能专注于女主角，所以他要求更改，并添加了明确的 RG 场景。剧组人员说，后来改了好几次剧本，因此珍妮阅读的剧本与最终的剧本并不是100%相同，剧本每天都在变化，场景不重新拍摄。 Sam 接手后，他们还剪掉了珍妮的很多戏份，她的作用变成了给该剧带来流量。不过昨日看过剧的人表示，珍妮的角色很有趣，相信并期待一下金演员吧。爱豆韩社，梅尔解说最新韩语，欢迎你赞和订阅哦。